提到唐朝的两大文学瑰宝，其中一个大家都能脱口而出，诗歌。而另一个呢？好吧，直接告诉你，它叫做传奇。这名字确实有些另类，它来自晚唐裴行的小说集名称《传奇》。此后，传奇演变成了唐朝文言小说的通称。记住啦，唐朝文言小说的通称。事实上，传奇也标志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正式形成。咦，唐前的魏晋南北朝不是有《世说新语》《搜神记》一类的志人志怪小说吗？可惜《世说新语》中魏姐长得太好看，每次出门观者如墙，结果看杀魏姐的故事也好。王粲去世后，曹丕率领群臣学驴叫为他送行的故事也罢，记录的都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搜神记》中，范韶对着枕头说：“文约，你为什么不来？”枕头回答：“我被枕住了，不能到你那边去，你可以到我这边来喝水。”听起来是个怪异事件，但原文中也记录了具体的时间地点。曹魏几初年间，咸阳县里王臣家中，也是对传闻的记录罢了，算不上真正的小说，因为真正的小说必须是虚构的。而唐传奇才是文人通过想象虚构编造情节而形成的正式小说，在艺术手法上自然也比志人志怪小说进步了一大截。这还得感谢唐诗的影响，让传奇呈现出了诗化的特征。这种诗化首先表现在对诗歌的巧妙引用上，《莺莺传》中用诗五首，《东娘夜怪录》十四首，而《游仙窟》甚至达到了84首。比如《莺莺传》中，张生爱慕莺莺，为她写了两首春词，而莺莺则回赠了一首《明月三五夜》：“黛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诗歌意境很是唯美，而张生更是读出了诗歌中的暗示。在15日的夜晚，用梯子爬到了莺莺住所东墙外的杏树上，翻墙过去了，果真就成了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了。一首小诗让小说更值得玩味。此外，传奇中的细节也时常如诗歌般凝练。《敌魂记》中，王胄乘船离开后，夜里听到岸上有人在快速奔跑，接着文中说乃倩娘徒行险足而至，一个大家闺秀居然不顾一切地光着脚追随恋人而来。三言两语的一个细节就能让人感觉到倩娘对王胄的一往情深了。又如《霍小玉传》中，刻画霍小玉的美也只抓住出场瞬间的但觉一世之中若琼林玉树相互照耀，转盼精彩摄人一个细节，说他一出现整座堂屋就变得像琼林玉树一般相互照耀，他的眼光一转动立即精彩照人，非比传神的勾勒出不可方物的女性美。再者，传奇还擅长用诗化的语言营造出优美的意境，《鲁柳驿传》中描写龙宫，浓墨渲染了他的精美绝伦，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晶，雕琉璃于翠梅，饰琥珀于红洞，龙宫果然如诗般美轮美奂。既能巧妙引用诗歌，又如诗歌一般细节凝练，意境优美，传奇的艺术手法如此高妙，怎能不与诗歌并称为唐朝文学的两大瑰宝。唐朝诗歌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而对于传奇而言呢，则有三个发展阶段，发轫期在初唐和盛唐，兴盛期则是在中唐，衰落期在晚唐。《补江总白猿传》诞生于初唐之际，尽管艺术手法还不够纯熟，但那通篇的神秘感却让人饶有兴趣。故事讲述大将军欧阳和的妻子被白猿给掳走，欧阳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山林中的一个石洞里找回了奄奄一息的妻子，而白猿呢，被洞中的其他女子齐心协力绑在石床上，再被欧阳和刺中肚脐，血流便喷涌不止。临死之际，却请求欧阳和要好好照顾妻子腹中的孩子，
此后，妻子果然诞下一名面相似猿猴的男婴。这篇猎奇的小说塑造最成功的形象，无疑是神秘莫测的白猿。首先，小说选取了最经典的细节，刻画了立体丰满的白猿形象，描述它的外貌，先抓住遍身白毛、长数寸的动物特征，接着又写淡冠喜、着帽、加白加、披素罗衣，早上起来先洗脸，然后再戴帽子，穿着白色的加袍，还要在外面披上素罗衣，揭露了他像人的一面。此外，他禽兽或舞双剑，环身殿飞，光圆若月，早晚喜欢舞双剑，剑光如月环般环绕身体，日始于舞，即蓄然而逝，每到午后就会嗖的迅速消失在山林间，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还会读书认字，虽然他的字如同道符一般。这一个个典型的细节都为白猿平添了几分神秘感。再者，小说那恰到好处的省略为故事制造了扣人心弦的悬念。当欧阳鹤的妻子被白猿抓走时，只描述耳息阴风会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待而假寐，忽若有物惊吾者，即已失期矣。那天傍晚，天变得阴暗，还刮起了大风，到了黎明的时候，风停了，四周变得静悄悄，守夜的士兵困得打起了瞌睡，忽然间像是有什么东西把他们惊醒了，再一看，将军的妻子已经不见了。欧阳和的妻子可是被藏在了门窗紧闭的室内，又有十几个侍女守着，到底是谁把他掳走的，又是如何做到的？显然作者故意省略不提这些，就是要让读者疑惑不解，好继续往下读，找寻答案呀。此外，全文的语言描写虽然不多，但却能言简意赅地突出白猿的特点。开头部下提醒欧阳和他的妻子有危险时说，地有神，善妾少女，而美者有所难免，以谨护之，一句话就介绍了白猿喜好美女且功力不凡的特点。而白猿临死前说，此天杀我，其耳之能，死也不认输投降，认为若不是老天爷要自己的命，欧阳和岂能将自己打败，颇有几分英雄气概呀。接着说，然而父已运，勿杀其子，将逢圣地，必大其宗，临死前还不忘挂念自己的孩子，希望欧阳和能把他养大，并预言他长大后必当能光宗耀祖，又不失几分人性呀。寥寥数语，让白猿的性格显得十分复杂，那种让人猜不透的神秘感使得故事愈发回味无穷。这个人与妖之间的故事是不是够离奇？有没有人发现，在上个视频《浦江总白猿传》中没有介绍作者耶？没办法，作者已经无法考证，姑且叫无名氏吧。还好这个视频《柳毅传》的作者有名有姓，叫李朝威，而且他还凭借此作跻身传奇名作家行列。来看看这将近5000字的大作吧。故事讲述书生柳毅科举落榜后返乡，路遇一个泣涕连连的牧羊女，关切询问才知她为洞庭龙王之女，嫁给了金水龙王之子，却惨遭虐待，请求柳毅为自己送书信回家。柳毅慷慨相助，前往龙宫。然而洞庭龙王虽然伤心不已，却不敢轻举妄动，反倒是洞庭君的弟弟钱塘君因为犯了错误被锁在石柱上，听到了侄女的不幸遭遇后，竟然一气之下拽断柱子，风风火火地将侄女救了回来。最后当然就是大团圆的结局，柳毅和龙女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柳毅传》能够成为唐传奇名篇中的名篇，首先得力于那精雕细琢的诗一般的语言，不仅人间珍宝毕竟于此的龙宫被描绘得美轮美奂，钱塘君前去拯救龙女的画面更是被刻画得气势如虹，与未必而大声呼发，天彻地裂，宫殿百步，云烟沸涌，而有赤龙长万余尺，电目血蛇，如林火烈，象彻金锁，左前玉柱，千雷万庭击绕其身，陷于雪豹，一瞬阶下乃破青天而飞去。
气势威武如此，难怪柳毅被吓得直接瘫软在地。其次，故事中的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如洞庭君与钱塘君虽为兄弟，脾气却迥然不同。当洞庭君读完女儿的书信，循规蹈矩的他只能一休掩面而泣，而刚直暴烈的钱塘君却挣脱一切束缚，破青天而飞去，将龙女解救回来后，两人的对话很是有趣。钱塘君曰：“所杀几何？”洞庭君曰：“60万。”商价乎？曰：“800里。”吴情郎安在？曰：“10之矣。”竟然把龙女的丈夫给吃了，瞧他这暴脾气。接着，循规蹈矩的洞庭君不免就要数落了：“那小子确实不可忍受，但你也太鲁莽了。幸亏上天英明，理解咱们的冤屈，不然的话，我又如何推卸得了责任？从此以后，不要再这样了，不要这样了。”兄弟的不同性格简直就跃然纸上。此外，这篇传奇更吸引人的是他跌宕起伏的剧情。尽管柳毅与龙女在一起是必然结局，过程却一波三折。当柳毅完成了传书使命准备离开之时，钱塘君就顺名义的将龙女许配给柳毅，怎料刚直的柳毅却觉得钱塘君是在胁迫自己，断然拒绝了。此后，柳毅的两任妻子接连病亡，心灰意冷之际，有人给他介绍了不幸失去丈夫的卢氏。婚后不久，柳毅越发觉得妻子像龙女，但妻子并不承认。直到孩子满月，终于有一天，妻子道出了真相：当初得到柳毅相助，他便一心要报答，奈何叔叔的提亲却没有成功，父母要将他许配他人，他却心智难改。恰逢柳毅的两任妻子去世，他终有了报恩机会。娶了神仙为妻的柳毅，自然就过上了上天入地的仙女生活。尽管晚唐被视为传奇的衰落时期，不像中唐那样有《柳毅传》《莺莺传》《离魂记》等大量名篇，却涌现出许多侠肝义胆之作。身怀绝技的红线、裘染客、昆仑奴，一个个是颇具魅力。而裴行在《传奇》一书描绘的聂隐娘，也是位潇洒迷人的女侠呢。小说讲述在军阀混战、割据纷争的晚唐时代，主人公聂隐娘10岁时被尼姑偷带到山林中，苦练飞檐走壁和投掷匕首的技艺。5年剑术有成后，隐娘返家，此后投靠了魏博一地的主帅。魏帅派他去刺杀仇家刘仆夜，怎料神机妙算的仆夜居然算到隐娘会来，还派人前去迎接。隐娘惊叹不已，转而投奔仆夜，并向魏帅坦诚意向。愤怒的魏帅派出金睛儿前去刺杀隐娘和仆夜。夜里仆夜躺在床上，只觉床头有红白两面旗帜飘摇，不久就看到金睛儿人头落地，被隐娘用药化作了一滩水。接着隐娘告诉仆夜，后半夜无影无踪的空空而回来，自己不是他的对手，只能冒险用计一试。他将仆夜的脖子围上一圈坚硬玉石，用被子裹好，自己则化身飞虫潜入仆夜城中。当仆夜听到脖子处发出尖利声音时，隐娘从他嘴里跳出，说空空儿已经逃走。原来空空儿一来就要取仆夜首级，怎料一刀砍在了玉石上，心气颇高的他忍受不了任何失败，便消失不见了。再后来，隐娘也告别仆夜，隐迹江湖，再没有人见过他。小说最吸引人的无疑是作者裴行用诡谲的想象赋予了隐娘一种仙怪气质。被尼姑带到渺无人烟的石洞中，隐娘服下一粒药，接着学习攀援，渐觉身轻如飞。1年后刺猿脑，百无一失；3年后能刺鹰隼，无不中，神奇吧。而隐娘离开前，尼姑说吾为汝开脑后藏匕首而无所伤，用即抽之，说他在隐娘的后脑勺开了一个洞，将一把匕首藏在里面，用的时候抽出来就行，更神奇了吧。后文还有隐娘骑驴去找仆夜，那头驴却是用纸做成的，隐娘还能化为面蒙潜入仆夜城中，这些岂是凡人所能，而该是仙怪之计了。而仙怪气质还并非隐娘的唯一特征，
他的性格被裴行塑造得很是立体丰满。尼姑曾派尹娘夜间去行刺，可他天亮时才将罪恶官僚的头颅带回。尼姑大怒，何太晚如是？尹娘说，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看到官僚和一个可爱小孩在玩，不忍心当着小孩的面下手，可见尹娘的善良天性。投靠仆爷，他不隐瞒魏帅，今宵请剪发，继之以红绡，送于魏帅枕前，以表不回，何等光明磊落。投靠后，仆爷问他需要什么，他说每日只要钱200文足矣，可见他的不慕荣利。空空而来刺杀前，直言隐娘之计故不能造其境，敢于承认技不如人，又是他实事求是的一面了。如此复杂的隐娘，是否已经让你琢磨不透而又意犹未尽了？最后，唐朝的诗歌和小说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啦。